我的赖贴图已经正式上线喽，欢迎大家购买哦。还有啊，影片开始之前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。那影片正式开始。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私は千葉県です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我们来玩 Oka 线上生活啦。那这集呢，第十集。那这次的第十集呢，我们邀请到了我是三宝，但是不真的那种三宝，他只是他频道名称叫三宝而已。那三宝跟观众打招呼吧。嗨。既然是订阅三宝，那我们这次的货呢是外部工作，然后我们送货要送到往北方的佛治瓦斯，那我们送的货是蜂蜜，然后工作收入是9710。那我们就来开始我们的运送任务吧。哎呀，看到 ESC 啦！啊，那影片开始前呢，希望的影片开始前记得订我的 YouTube 频道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喽，开启工作灯。哎呀，我开工作灯开着雨是吧？前方左转，左转，左转哦。嗯。啊，夜间走，很可怕。很少在夜间开啊，那是第二集啊，第二集就是夜间的热门站，好像是百分之七十咯。热门站很危险，啊，尤其是晚上开，哇，直击 ，PVP。以前是撞。这是我们第九集啊，第九集那个什么第九第十集，不是，这以前第十集啊，是我们的第八集啦，就是跟小妖开的那一次啊。就是一加一啦，然后我那次一直是疯狂熄火，而且那时候还走热门山，还带枪，也还有那没有剩微微的啦，然后有那个什么就是那怎么说，就是哦到对手的塞车啊，然后我还开一开在热门山的时候还是微微带枪一下，然后最后哇破溃来不及回到正的，对向车就来了。反正直接一个土逼坑可以顶下去。哎，没分量。那时候差点就要亲到我的，亲到我的尾，没有啊？没有。我的被崩了，今天就看不到我上线的卡了，对不对？哎，那边太危险，我都不去了。真是怀疑啊，怀疑昨天原本昨天要跟他第四次见了。他电脑就不开欧卡的，欧卡更新看就让他卡。然后也我也是知道他就是他电脑不好嘛，因为 GTA 都跑不动。怎么可能跑不动啊？但是他有跟我说过他电脑很烂。继续执行。哎，车都摇。继续执行。外部送货只能限速只能90啊，我知道啊。很慢的话，晋级限量啊。我已经到底了。我已经开定速了。我已经是到底了。有需要加油？我不用啊。OK。还够啊。我也够。我下坡，他让我直接开到100下坡。这周就捡回来，这周输了就捡回来。
都没人呢、啊，红灯啊！啊！刹车！这个火车有点累格哦，累格的火车，一下就过去了，一下过去就是看起来好累格，回溯我一直回溯。这个回要破突然中到人，哈哈哈哈。那什么车厢啊，今天中到我。对啊，撞到你就飞出去了。这集要突然变成那个什么三宝，那个什么像 SMB 三宝特辑一样的线上三宝特辑，就是我的欧卡的另外一个系列，像火车特辑，就是我的另外一个系列。唉，最近也是开蛮多系列的，例如像翻唱、啊，挖一堆坑的地下，对啊，像翻唱啊。三宝，你真的变三宝了，不像。三宝变真三宝了。我会挡住你。三宝变真三宝啦。前方右转，刹车。嗯，右转。那绕大一点啦、啊。到大没事，看整个货柜都要吃土了。可是我还是跑在中间的吧？他应该是在跑在中间的吧？有啊，转弯是整个货柜吃土。谁请客？来、欸，请吃什么？请吃土。哈哈。货柜请客。这是我们请货柜吃土。哈哈。前面又是什么？红灯呢？红灯，那个有工程的。干！哎呦！我努力。丫头，这珍宝。很努力。哎呀，转！刹不住啊！哥，直接那个，是手刹车减速啊！太伤车了。等一下，好像有刚才那个吧，有一个什么方向？看一下，这不应该也是一样有在拍片的，要传给邓伟啊，或是我要上一个，应该送给邓伟或腾。我是同路，应该都是在这一些那个都在建那个三宝的那座线上，是建在那个吗？
神经进化的那个每个人的。哦。我会睡着。怀疑的话，他一开一开也会开到睡着。然后像是那种第八集啊，小妖怪差点睡着啊。就是那什么，到最后是什么啊？几个塞车啊，串葡萄。塞到睡着。你这个有点这样。哦。哇，这恐怖哦。哎呀，他刚那个车。后跟甩一下，甩尾，好可怕！那好像是蛮，我还以为被打到。那好像蛮容易遇到，就是在赛斯啊、登威啊那些都会遇到，还有那个托尼啊，他们也蛮会遇到的，就是捡那些人的，以前都会遇到。感觉很可怕。快到了。八公，他车啦，继续执行，破关都歪了，真好啦，压的真三宝啊，干，三宝。我这不是真，我不是在叫你的名字，是因为你这是三宝，真的这样子三宝啊！你、欸、这个是感觉好像老几哦，这个桥，对吗？就是那个什么一个火车来通过啊，那个桥。哦，刹不住啦！好、啊，那我们快到了，那我们先把我们工作灯先给关了。前方右转。右转，那我全程都要六档，六档完。你是六档车哦。靠左。对啊，六档啊。然后左转。六档车。我也六档。左档开。左转。哦、红灯啊，红灯，红灯。左转。啊。哦。舒服啊。很大力呢。啊，直接进不去啊。啊，一爆还一爆。哈哈哈哈，前方右转，右转，我们终于来到了，终于来到了，倒车入库近距离了，赶紧吧。每次拍我的送货啊，都是对我都是算是在练倒车了。唉，干刹车真的很没力耶！干刹车超没力。我去改一下车。好了，那我们这次第十集就到这里结束啦。喜欢的影片呢，记得点喜欢，请订阅。
打开二十名单，我就到下这边有直播讯息，那也记得关注我的一些平台，也记得去订阅我是三宝。那三宝的频道订阅应该会放在其中一段的资讯栏，或者是资讯卡，或者是影片资讯栏，或者是自行留言，我应该会放。那也这一集也是感谢三宝来陪我送货啦。那我们就在我们这次的影片要结束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哈哈。好啦，那影片到这结束啦。喜欢我的影片，影片下方你喜欢，订阅打开二次铃铛，才会知道我在这边或直播讯息。那每周一到日不定时发片以及直播。那还有什么问题想问，可以到我的 Instagram、Facebook 粉丝团以及 YouTube 留言区，还有 Discord 都可以私讯我。那也借追踪我的 Twitter 哦。那也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那我们再下一部的影片见喽，拜拜。